Hello，大家好，我是黎贝。也许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网页。这个网页是一个，我怎么说，人工智能制造的，制作的。我怎么说，这是作文什么？这是机器人。他叫中文老师，是人工智能老师，对吗？OK，我不知道我可以花多少时间使用这个吧。是 OK，他们的网站就是在 beta 那个状态，所以那个网站可能有点不稳定，但是我试一试，好吧。OK，老师好，我从这里开始，老师好。他会回答吗？意思我应该说回复，他会回复吗？我不太知道，他会怎样做？这是一个问题。OK，他没说什么，对。我认为无论我等多少时间，不会回复。OK，可能是我 VPN 的干扰，我关掉我的 VPN，然后在另外一个那个窗口里，打开那个网站，这个更好呢？有点难说吧，这是一个问题。OK，也许这个不行，没有 VPN 不行，对吗？没有 VPN，我不能访问这个网页，是不是？好像那样吧。OK，这个不行。如果花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反应，我再尝试一次，但是。也好像没有 VPN 就不行。OK，那我需要用我的 VPN。我再次使用我 OK，我的 VPN 现在可以。加油，加油！OK，有点慢是吧？老师好。几分钟后他会回复，是吧？老师好，加油！这个不难。老师好，啊，你好，我是老师，好。你想练习说中文吗？有什么你想要学习？我可以和你谈谈，并帮你的词汇量提高，真的吗？如果您想练习说话，就来跟老师说话吧。OK，这个没有问题。好的，谢谢老师。今天，我们可以讨论什么？人的生理，吗？人的生理呢？可以这么说，human physiology，人的生理。加油！你好，你想讨论人体的生理啊？我应该说人体的生理。OK，可以跟老师说些什么？你想问什么？你想练画的话，什么意思？练画的话。就跟老师说吧，你的想法，爸应该放在后，那里对吗？
然后老师可以说自己对此的看法和给出建议吧。我想知道更多与人体的生理人体的生理有关的词汇。我想知道，一起问一个，我想学习。没有回复。好像也，有时候就是那样吧，没有回复。我重新开始这个网页，这个网页或者这个窗口。哎呦，我的头发很乱。也许我可以改，我想，学习学到，我想知道，no，应该用知道，我想更多的，假如我去看医生，应该知道什么词汇？可以吗？也许我可以，在他回答的同时，我可以放大一下。这个好，这个更好，对吗？老师说什么？可以。你想说看医生的时候应该知道的单词，我认为 OK。单词一般来说指的是英文的词汇，中文。中文中一般你不会用单词，就是词汇或者词语，或者就是字或者词也可以吧，还是看医生时候会出现的生理现象的词汇吗？还是想了解人体的生理时候应该知道的词汇。我怎么回答？这种词汇，我怎么说？我认为，还有很多。我不熟悉的人体生理词汇，我能够在不同的语境中遇到他们。比如看医生的时候，学习生物对吗？生物学就是这个吧，就是 biology 知道吗？生物学，等等。生物学对吗？应该是那个吧。现在我不自信。生物学，对呀，就是 biology。OK，加油，回答。OK，你想说的是，你想熟您一些的生理词汇。OK，有点奇怪，你的意思是，生理学词汇，
生理，比如液器官内分泌系统，就是 endocrine system， 对吗 ？endocrine system， 心脏，是心脏还是心脏？心脏 ，heart， 血管，OK。血管，也许在医疗医学语境中也会用血这个说法，对吗？这种时候你需要了解它们的性质、作用、对结构，它们这是它们的词汇，对吗？功能什么，然后在日常对话中，可以用它们来做比喻，不是做比喻，就是使用它们，对吗？对呀，也很多医学术语，人们应该知道，但是，课本里，少有，少有，不是这个吧？少有，我认为是少有，这种词汇。其实还可以吧，但是不是做比喻。如果在课本上放一些常见的医学词汇，可以有可能也这个不行，导致学习者感到过饱和，就是 feel saturated。因为这样的词汇非常多，是的，人体的各个部分各有不同的功能，对，这个没问题。但是说到这里，我想练你的就是医学专有词汇，专用词汇。我还可以教你更常见的生理和医学词汇啊。那你请帮我选择十个和医学人体生理有关的词汇。OK， 那我就帮你选择十个和人体生理有关的词汇吧。OK。器官，他就是已经说过了这个吧。OK， 内分泌就是 internal secretion system， 就是 endocrine system。心脏，血管，大脑，这是什么？中枢神经系统。中枢那个枢我没有遇到过。Backbone。Central nervous system 这个词汇我不知道，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你可以和老师的辅导下来，学说不会的啊。那么在医学里的词汇，你还是想练习专业词汇吗？还是更常见的生理词汇？我怎么说？这些，比较简单的词汇，我
已经知道，不用学专业词汇。我应该，我们应该多，我也也许。我们应该，多注意，就是这个吧，注意，多，有的，因为有的我不知道，比如你刚。才说的中枢神经系统，这个词汇我不知道。老实说，不是老实说，这是因为。这个词或者是一词我不知道，我没有遇到过学习过，没有遇到过学习过。 OK， 现在可以吧。其实这个人工智能老师还行吧，好吧，那个确实对人体生理了解很深呢。你想学的就是人体生理相关的比较专业的词汇吗？我已经说了，你想从人体生理哪个方面开始？学习的呢？是器官也、是精神和精神系统。OK，nerves and nervous system。生什么器官？生殖。哦，生殖。OK， 生殖器官 （reproductive organs）。还是心脏？我不知道你想从哪里学习的呢？你可以和老师说一下，想学的是哪个方面呢？OK， 也许，OK， 我想学习，器官和他们，起的作用。或者他们的作用特征什么什么等等，和别的特征是吗？我想学习器官和他们的器官词汇。器官和他们作用和他们特征的词汇。OK， 这个可以。人体有多少个器官呢？如果你问医生，他会说什么？我不太知道，也许我应该问我妹妹。我妹妹是护士，也许她知道。问她，人体有多少个器官？应该是20吧，我认为20，这是我的猜，我并不知道。OK， 有皮肤，有眼睛，有耳朵、喉咙。还有脑子。
也看，也许有多120个。你想学的是器官的词汇比较专业的话，我可以教您呢，教你啊，比如说大脑、精神、心脏，是肩脏对吗？肾脏，也这个我总是说错了，肾脏，肝脏，肝脏，等等。还有中枢神经系统，神经系统，神经通道 ，nervous channels， 可以这么说吗 ？nervous passage， nerve passage， 这些词汇是比较专业的。你和看比较专业的医生的话，应该就可以了解的。是的。也许我们可以首先讨论肾脏。讨论肾脏。这个词汇我比较不熟悉。肾脏。肾脏，其实这个软件不错吧？我的问题就是，不是那个网页本身，就是我的连接不稳定，信号不稳定，就是刚才就是中断了。所以我需要重新开始。这个器官我不太熟悉，我不熟悉。它可以吧？它起什么作用？就是你的尿液对吗？你的就会是筛滤什么过滤你的尿液，如果我记得对 ，filters your urine 对吗？我不太知道，老师知道吗？可以。你想了解是肾脏的基本功能吗？还是想更详细的学习比如什么运作结构这是器官的结构，器官也有结构，分泌的东西什么的，还是想了解肾脏的不同的类别，比如是什么等种 ，no 什么等种类的肾脏吗？你想了解的是哪一部分吗？那就是人类的肾脏，不是动物的肾脏，肾脏对吗？OK。肾脏，比如说，人们应该知道关于肾脏的什么知识。这是我想学习的，这是我想学习的。OK， 肾脏有什么功能？我不太知道。如果他不能告诉我，也许我们可以查一下，维基百科或者百度百科。加油！
这个好玩，真的有点像对话吧，老师说什么我说我回答，他问问题我回答，或者我想 OK，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让他说词汇，就是和肾脏有关的词汇。肾脏，肾脏起什么作用我还不知道，也许我应该就是直接的问。OK， OK， 我再重新开始。我需要拷贝这个吧。应该是你的血液对吗？你的肾脏是过滤你的血液是吗？它起什么作用 ？OK， 加油。就是过滤你的血液对吗？就是一部分变成你的尿对吗？你的尿。你想知道的是肾脏的基本作用吧 ？OK， 比如说 ，OK， 这是什么汉字？肾，这个汉字我不认识。肾脏，这是繁体字啊，这是。肾脏的作用是过滤血液。OK， 我说的对，过滤血液。其实也许我应该说，就是起初我说的不对，现在我然后我就说的对。OK， 过滤血液什么血液，过滤血液中的代谢垃圾。OK， 那个垃圾不是OK， 代谢是metabolism， 有另外一个词汇我忘了，OK， 代谢可以吧，代谢垃圾，在这个过程中血浆中代谢 blood plasma， 我遇到过血浆中代谢的垃圾会经过剑桥管再次入血流，这是什么小管？OK， 肾内分泌调节血压和血液。那里sodium 和 lithium 平衡 potassium sodium potassium 平衡是真的吗？我不想否认，我就是不知道，你认为呢？你的肾脏就这么起这个作用吗？ OK， 里是Potassium， 好像我应该学习化学。OK， 就是 filter blood， from like digestive wastes， OK， 可以的，那么你的考虑一下，那你的 liver 怎么说？肝脏对吗？那么肝脏过滤什么呢？我不知道，我
肝脏过滤什么？肝脏 liver 对吗？肝脏，肝脏过滤什么呢？这我知道。好，肝脏又是繁体字对吗？肝脏是血液中的毒素的过滤器，可以帮助清除体内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有毒物质，不负责制造胆红素啊 ，bilirubin， OK， 胆汁 ，bile， yeah， 胆汁 ，bile， 等代谢产物。如果要练习一个器官的基础作用的话，你可以先从这个地方练起来。我不明白。肝脏和肾脏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的责任吧？作用起什么不同的作用？他们都不是过滤血液吗？很有意思，这个很好玩。需要重新开始。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在我边还是他边，但是有点麻烦吧，可是还行吧。OK， 比如你喝酒是你的肝脏是过滤啊，那个你喝酒那个酒精会弥，我怎么说弥弥补是弥补permeate 你的血液对吗？然后你的肝脏会过滤你的血液是不是？但是你的肾脏和肝脏有什么区别呢？一样的作用是吗？是OK， 是他们 OK， 我这里问这是反问所以他们都过滤血液是吗？是，但是肾脏是过滤血液中的代谢垃圾而肝内分泌是负责清除血液。好这在机体我不知道，这在机体内我不太明白的过程中肝脏能清洗体内的素质，而肾脏能对代谢后的废物进行分类过的你明白吗？那个废物是代谢后 ，OK， 肾脏是代谢后的废物，所以应该多喝水什么的。但是 OK， 肝脏能清洗体内的毒素。好，
OK。那么，OK，肝脏能够，排除什么样的，毒素？你认为他会说酒精？我认为他会说酒精，就是 alcohol，这是经典的例子，对吗？肝脏可以分解酒，对，药物，OK，就是 differentiate between alcohol and medicine。肝脏是一个，这也是繁体字，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哦。负责生成血小板，这是什么？Blood platelets，他比我聪明。对，和胆汁就是 bile，对吗？我们说过这个知道，platelets，producing platelets and bile，肝脏。No，我认为真的吗？我觉得不行，不，我认为不对。但是我不能否认它。就我这个我不知道。如果肝脏被破坏，它的功能就会被破坏了。OK，这个是不言而喻的吧？OK。为什么人们能够把肾脏捐给别人？可以这么，别人是这个捐的，肾脏捐给别人。我就是想讨论这个话题，我很好奇他说的怎么样。我认为就是因为，有两个吧，因为肾脏不像一些器官那样职能一部分正常工作。如果有两个肾脏的话，只要有一个正常工作。他的答案是对的吧？就能全面的运作，所以能保证大部分的体性、生理和代谢。体性是什么？这个有点奇怪，为什么用体性 disposition？的过程，OK，所以能保证啪啪啪过程，要知道，捐肾，是一个大手术也的确是好心人OK，这是有点别扭吧，就是捐他们的肾脏的人应该是好心的人，对吗？OK，如果一个人没有肾脏，那么，是，也许我只是用脑。如果一个人没有肾脏呢？他会说什么？我不知道，就死了，需要用机器，就是 dialysis，对吗？如果一个人没有肾脏的话，他就会很快的死去。没有脏器的话，会导致心脏和心血管系统。不可以正常运作，因为心脏需要被
过滤血液，心脏不是，就是移动，推动，再通输到体内，如果没有了，它会很快就死去了。就是 dialysis， 你可以dialysis 怎么说？一起我查一下，我有查用手机查 dialysis。也许dialysis 就是哦肾洗肾洗肾什么？洗肾是什么？洗肾是什么？To have a dialysis treatment。洗肾是一个，一个技术性非常复杂的过程。OK， 需要严格的，就是写错了吗？医疗也不是那个疗。一些的繁体字嘛，的情况下，才可以实行。OK， 当然了呵呵 ，OK， 所以你可以这样想，洗肾是把被污染的血浆，代谢过程产生的废物，通过血流通滤 ，no 过滤。通过血流过滤，再次清洗出来，洗肾是一个复全的过程。我不知道复全的过程，这个我不明白。没有专业的知识和设备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哦。OK。OK， 医疗那个疗不是那个疗的吗？有时候可以。OK， 那么什么样的病人，什么样的病人，可以洗肾？洗肾，这是一个独特的学习方法，对吗？洗肾可以治疗慢性肾脏病的病人。OK， 就是慢性，就是 chronic， 对吗？或者 slow acting 慢性，洗肾可以清洗血液中的代谢废物，比如尿毒症，我可以不能悬挂，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也高血压。你认为尿毒症就是 urine poison symptoms， 尿毒症，就这样。uremia， 我不知道，严重的肾脏疾病，多有肾循环发生障碍或尿路阻塞，引起肾功能衰竭。啪啪啪 ，OK， 你可以自己查词典吧。还有严重的心脏病、肾脏病等等，都可以通过洗肾治疗啊。最常见的
腺脏疾病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医生，是高血压和高尿毒，高尿毒 high urine poison。因为这里是真的吗？这是一个东西是吗？高尿毒，你认为高尿素，高尿素。高尿这是素对吗？尿素OK， 所以这是高的尿素，这是 urea。 也许喝的不够水对吗？OK， 还有严重的心脏病喘息，这是 asthma 对吗？哮喘对吗？OK， 好像我的有时候可以用它，有时候不行，我不知道为什么呢。OK， 哮喘对吗？哮喘对 asthma， 哮喘一二型糖尿病，这是 type 2 diabetes 对吗？心房纤维崩缩 ，no 崩是医生对吗？这是 taut 缩，心房这是什么？心房这是heart chambers of the heart 对吗？崩缩。崩是什么声调？一声、三声、二声，我不知道。我认为是一声。崩缩和高血脂，就是 high blood fat， 对吗？高血脂，都能让肾脏有问题。OK。如果我想保持良好的肾脏功能吗？技能，我该做什么？是保持良好的肾脏技能，我可以这么说呢，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但是如果你想保证你的肾脏的正常运作 ，OK， 也许我应该这么说的话，可以经常喝水，少喝酒 ，OK， 少吃高盐的食物。少吃高脂的食物，多吃全谷物，就是 whole grain foods， 多吃水果，多吃绿叶蔬菜，少抽烟，我不抽烟，多运动，我应该多运动，对呀、这些在我们生活中都可以被实行的。好，那我应该讨论什么 ？OK， 好的，我们我们换个器官，也许换个器官，我们换个器，也许我换个器官，你能帮我？也许我不应该这么说。
我们裙子或者也许我不应该换个器官，也许 OK 好的。还有什么关于肾脏的知识我应该知道吗？还有什么关于肾脏的知识我应该知道吗？你可以了解一下肾衰竭，就是 liver dysfunction。那是我刚才遇到的肾衰竭，衰竭对吗 ？Renal failure， 肾衰竭 ，renal failure。OK， 我好奇肾衰竭的症状是什么？如果肾脏不能正常运作的话，会出现什么？烟也许可以吧，比如说多去尿，尿有泡，OK， 有恶心感。哦，这是他的症状对吗？有恶心感，有呕吐感，等等，只要是肾脏的，这是繁体字，运作有问题，繁体字，都有可能出现繁体字，在你的体内啊。OK， 那。请介绍一下腱衰竭 ，no， 肾衰竭这个疾病。Renal failure，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你的那个肾脏就不行了，就这个吧。OK， 是什么 ？OK， 腱 ，no， 肾衰竭。常见的是高血压引起的。啊 ，OK， 我的高血压，我的血压怎么样？高不高？有可能是尿毒症。长期内脏机能啊，这是我想说的是机能。OK， 需要等一下。也许我可以调整那个大小。OK， 我喜欢大汉字，越大越好。OK， 长期内脏机能，这是我想说的，不是技能，那个 skill， 不足致其发生。哦 ，OK， 长期内脏机能不足致其发生。哦，可以是药物，什么意思？哦，药物应该是。OK， 重金属和毒物引起的，也那个不应该是逗号，应该是顿号，对吗？这个那个顿号，而且这里应该是用可能，可以就是，妈妈允许你做什么这类的吧，可以是其他原因会导致，比如说，自体免疫性，肾脏炎，自体免疫性，OK， 这是 self， immune self immunity
liver fever? OK. 还有别的吗? 也是一个可以吧? Renal failure. 也是我应该问他。 OK, 肾衰竭 有什么症状? 肾衰竭有什么症状? 也许他刚才说的，但是这个老师很耐心。 常见的是高血压引起的， 那这是他的来源的吗？ 他的缘故， 有可能是blah blah blah， 也有别的。 OK， 稍等一下。 Yeah, 好像我的电脑有点慢，有点迟钝，我认为是因为 OK， 我拍视频的同时用这个网页就会消耗我的电脑的我怎么说材料，OK， 肾衰竭有什么症状？ OK， What are the symptoms of renal failure？ 肾衰竭有几种症状，头晕的症状，严重的胃口不好，挤不吃饱，就是你虽然你饿了，但是你还不能吃饱，是吗？五，六，写完了呢？没有写完。 什么问题？ 稍等一下， 我会重新开始这个网页。 也许他写完了， 但是没有出现在我的浏览器中。 OK， 我们从这里吧。 记不吃饱， 所以就是虽然你饿了， 但是您不能吃饱，对吗？胃口不舒服，那这不行吧？<笑>就是胃子不舒服，或者没有胃口，你不能说胃口不舒服。对水的渴的症状，就是 thirsty for water， 这是症状吗？<笑>我觉得人们渴了，就是。 我怎么说？正常的生理机能对吗？ 失去食欲就是 loss of appetite， 不想吃东西。他们已经说了，这个就说了吧，一样吧。 OK， dizzy， loss of appetite， thirsty for water， loss of appetite again， 皮肤干燥，就是 dry skin。 可是干燥， yeah, okay, dry skin, 虚弱, weakness, 不堪工作, inability to work, 会疲劳, 就是 quickly tired, 疲劳, 会疲劳, weary, fatigue, yeah, OK， 我认为我们彻底学了那个肾脏，对吗？肾脏有什么其他的吧？肾脏位于身体的哪个部位？ 我不知道，肾脏在你的肋骨对吗？肋骨的后面呢？
behind my ribs. 在你的腰部的两边，是肋骨对吗？肋骨 ，yeah， 肋骨。Okay, it's behind your ribs, 对吗？ Your kidneys are behind your ribs. 在你的腰部的两边。好，每隔一根肋，一根 ，yeah， 就是肋对吗？一根肋 bones， 就是肋骨。每隔一根肋骨，就是 between every ribs， 你的心脏就在那里。No, I don't think so. You have a kidney between every one of your ribs. 为什么用这个下联？不会错过的啊。比如说，当你感到疼痛的地方，就是你的心脏啊。OK， 好，好的。好的，谢谢老师。现在我知道很多心脏的事实，是关于心脏，关于。好的，谢谢老师。现在我知道很多关于心脏的事实。没关系，我很高兴，能够帮到你，学会了这些多信息哦。但也会注意，要保证你的身体的健康啊。好，别过分的行为，啊？会对你身体有问题啊，也、yeah， 这个边应该去掉。OK， 还有什么别的器官我们可以讨论吗？人体器官。这一位置他不会回复我。我关掉那个窗口，然后，我喝水，为我心脏好，对吗？有什么别的人体器官我们可以讨论吗？很好，我们可以讨论心脏。好像这个机器人很。对心脏很感兴趣，对吗？心脏是人体内最重要的器官哦。没有心脏，人就不可以活了。对于心脏最常见的病是高血压，心肌梗死，就是 heart muscle stem death。对吗？心肌梗死，梗哦 ，obstruction， 哦，梗就是 stem， 但是这里是 to block。OK，heart muscle blockage，myocardial infarction， 心率不整，
好，心肌病，心肌 myocardium 就是 heart muscle 对吗？你可以看汉字就知道它的意思，但是我一生中不知道 myocardium 这个英文的词汇的意思。嗯，等等，但是因为心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所以会有很多的心脏的病。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里用但是 OK 没有心脏 OK 我们讨论心脏我的够不着心脏 OK 请介绍一下心脏的基本技能 心脏是人体的血管的搏动机 vibrator 就是这个vibrator 搏动机 搏动 对吗 throbber 就是这个吧 搏动就是 to vibrate to throb 搏动 搏动机 The heart is the human body's throbber 刚才有这个 OK 可以让全身的血量通流 血量 No 这是它的血通流 为全身的内脏供应血液和营养 血液的过滤、血氧的营养和扩散，心脏也有心肌的机体构成。好，心脏通过心血管和心管网络的过滤为全身的液血液 supply 供应什么？ 有点糊涂，OK， 为什么血液需要不断的循环？ 为什么血液需要不断的循环 你知道这个故事 就是100个为什么 是故事吗 我忘了在哪里 100个为什么 这是我问的问题 我就是100个为什么 为什么啪啪啪为什么啪啪啪 血液是一种有三种主要责任 no 任务的体验 OK 是有三种主要任务的体 OK 第一种 OK 负责人体的氧气和营养的传输净化和过滤以及输出从哪里输出就是从身体输出 人体的血液在心脏和血管中传输。好，没问题。血液的流动是人体的正常生理过程。它保证血液在全身内的流动是正常的啊。
Okay, 那我应该问什么？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血液为什么是红色的？因为 hemoglobin 对啊，铁元素对吗？血液是一个由红血球 （白 blood cells） 就是血细胞红血球 （red blood balls）。我不知道红血球是什么，黄膜球，就是 yellow membrane balls， 白血小板，就是 white platelets， 对吗？以及血清，血液的溶解物 ，OK， 融合而成的体液，OK， 那人们的血包括很多部分，对吗？这个呢，你认为是一个红血球，red blood cells， 真的吗？这是不是红细胞或者这类的吧？红血球。红细胞的旧称耶、yeah. 我这里你说红细胞的旧称 OK 白细胞白血细胞黄膜球就是也许白就是 white platelets 黄膜球就是 yellow membrane balls 红膜球No, 黄膜球也不在此点。以及血清是什么？血清溶解物，就是emulsify。血清 blood emulsifier， 血清serum， 这个我不知道，血清，混合而成的体液，但其红色是由于红血球的红色色素，叫做血红蛋白。OK， 这是 blood red protein， 红血球又叫做红细胞 ，yeah， 红细胞，red cells， 它们就是英语你需要说 red blood cells， 但是中文中你可以说 red cells 是血液中最多的部分啊，那个红细胞，那 OK 这些部分。血清，起什么作用？血清 blood serum 起什么作用？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其实他在这里就说了。血清是血液的溶解物，就是 dissolves blood， 就是保持液体的状态，是吗？它有一种过滤原理，a filter philosophy， 可以清理外来的病原体、蛋白质等等，血清也用于制成血清蛋白 白蛋白 white protein
清白蛋哦，血清白蛋白，血清蛋白，哦，白蛋白，又叫做凝血因子，coagulant，那 blood clotting agent，OK，白蛋白，albumin，这个我不知道。是和凝血有关的，OK，那就是血清，就是 has an anti-clotting effect，血清也可以用来清洗表面的污染物和机体内的 foreign substance，为什么用英语这样说？OK，那个 plasma 是哪个吧？这个是 plasma 对吗？No，platelet，plasma 是什么？OK，platelet 是什么？是什么？血小板是什么？他刚才说的那什么，我不小心，错过了。血小板是凝血系统的主要成分。OK，这是 blood clotting agent，对吗？是凝血的中间物。它在血管出名，no 血。血管出血哦，出血时就是 when you're bleeding，能加速凝血过，在凝血过程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啊！我记得之前就是我小时候，我的鼻子就不时就是流血。也有时候，在水槽里，我的血就流在地上。我发现不久以后，我可以把我的血就举起来，这是很脏的话题。但是，不是液体，让我真的惊讶，不是液体。我考虑那个叫什么吸血怪。那个 vampire 怎么说？吸血鬼，有时候他们在他们喝一杯人们的血，对吗？好喝的血，对吗？但是肯定不会这样吧？我的经历告诉我。我从我的经历，我小时候的经历，直到，血液，不是那样，就会凝固，就会凝固，对吗？凝固起来，也不久以后，这不是液体，就是我这么说，一种组合，对吗？好的。其实我希望他说的对，我不应该这样学习，但是，也许他比较耐心，对吗？OK，还有什么？心脏，心脏。哦，心脏，我考虑一下，那个 heart attack 怎么说？心脏，我忘了。OK，我查词典，heart attack。
哦，是，心机，什么什么 ，heart attack，心肌，no，心肌梗塞，那。请介绍一下这个概念，也许后面应该加上这个概念，请介绍一下心肌梗塞，就是 heart muscle 梗塞，cardiac arrest，no，cardiac attack，你可以这么说吧，是指心脏的。冠状动脉，这是 coronary artery 对吗？出血导致心脏缺氧，进而心肌坏死，就是 heart death 对吗？heart muscle death，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病，会导致心肌的损坏。从而有可能导致心脏的这个骤，是写的繁体字，骤停。OK，我不知道你可以，就是剧院的停止，这样。心脏梗死，No，心肌梗死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病。如果你出现心脏的疼痛等等等等的症状，为什么用四个等？四个等？再马上去医院找医生。没问题。现在我的。心脏，一点都不疼。但是我没有说问题，是啊，但如果你出现一些像是胸口疼痛，小包包疼，小包包疼，no，小包包痛是什么？心脏，心脏骤停，if your heart suddenly stops，脉搏不正常，就是有。circulatory system 对吗？pulse，an abnormal pulse，脉搏过度快，或者过度慢，呼吸喘的等等等等的症状。为什么用那么多等？这是心脏的病的早期症状呀。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建议你去看医生。我听说，男的和女的的，男的和女的的男人和女人的，心肌梗死，对吗？心肌梗。我忘了，心肌梗，塞，心肌梗塞，的症状不一样，这是真的吗？我听说男人和女人的心脏，心肌梗塞的症状不一样。这是真的吗？M 心脏，M 是男人对吗？M
心脏的病的症状，无论男人女人，都是在胸口出现疼痛，呼吸喘握。OK， 就是 chest pain and panting。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为什么你会说为什么你听说男人女人的病的症状不一样啊？因为我没听说过啊，所以还是说如果你出现心包包疼，胸口疼痛，胸这个汉字是繁体字，我不认识。胸是什么？胸什么的不舒服？丧气，就是 organ abandonment。吞咽，不顺，就是 trouble swallowing 时，就要先去看医生啊。这是什么？小包包痛 ，pericardium pain， 小包是什么？这是什么？我不知道。小包包痛。指的什么？指的是什么？我不知道。Pericardium pain， 心包包疼，包痛，指的是什么？就是心脏的疼痛哦，哦，就这个吧。哦 ，OK， 比如说，突然感到胸口的心包包的疼痛的症状，就是心包包痛的表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病。什么都是非常重要的病，对吗？建议你一定要去心内科去看医生。那么举的是什么？心包包是什么？加油！心包包就是心脏哦。比如说，真的吗？你感到心包包的疼痛，可以说你的心脏是疼啊，也可以说你感到胸口的疼痛，而这是因为你的心包包在疼着。哦，OK， OK， 还有什么？我说的是多少时间？时间过得飞快，哇哟，我的妈呀，一个半小时就一转眼就过世了啊。OK， 其实这个学习方法不错吧？就是真的有点像和人说话，而且它不是和就是和真正的人没有他们的限制。我想讨论这些器官，我可以和他讨论这个话题，没什么问题。但是OK， 一个问题就是没什么问题，有最重要的问题，也许 OK， 有的时候他说的不对，有的时候他的中文不对，但是如果我有通过这个方法学习，
学习词汇应该可以吧？肾脏，我认为肾脏我不会忘记。OK， 时间过得飞快，我就是一转眼就哦，一个半小时就过了。Yeah， 这个好玩吧？也许我会经常使用这个学习方法。Yeah， 所有的学习方法不完美。Yeah， 这个方法和其他的方法一样，有弊有利，对不对？但是如果我就是可以这样我怎么说 engrossed 深入那个中文的环境，也、yeah， 我可以也许这个方法适合我，挺不错、啊、OK OK， 也许在这次的视频我们可以说到这里吧，时间真的过得飞快，我就奇怪。好的，我们下次聊呢。哦耶，喜欢我视频请给我点赞，下次聊，拜拜。